起上吧，死有何惧？我只会一个个撕开你们的脑袋。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我们王族才是大地的主人。颤抖吧！千万不要被我盯上，要不然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我们王族才是大地的主人。颤抖吧！欢迎你的到来，你先熟悉一下环境，小心怪物。黑暗大邪神苏醒，怪物蔓延大地。你先去帮我清理一下周边的怪物吧。黑暗大邪神出现，将会给人类带来毁灭。初来乍到，先去消灭几只怪物，证明你的实力吧。勇敢的冒险者，那些怪物一直困扰着我们，希望你可以帮我们消灭他们。由于怪物侵扰的缘故，已经好多居民离开了这个地方。在将怪物全部消灭之前，勇敢迎战敌人吧。黑暗大邪神也有能让他产生畏惧的神器。怪物的入侵永无休止，请你去阻挡他们。为了人类的未来，必须找到能克制黑暗大邪神的神器。魔界的大门已经开启，魔界怪物蜂拥而至。你是来支援的吗？请你为我清理出一条安全之路。
若想胜利，就拿起你手中的武器，将面前的怪物歼灭。不愧你让我捡回了一条小命。正在世界各地造成破坏。在你面前的将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战斗之路。到处都是会袭击人的怪物，使我寸步难移。谢谢你击退周围的怪物，要不是你，恐怕我已遭遇不测。怪物再次袭来，我们快抵挡不住了。获得雪符的力量，相信那些怪物也奈何不了你吧。四伏应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呢、啊、小心，前方有大量怪物出没。魔兽生性好斗，野心十足，战斗能力尤为可怕。到处都是战斗的迹象。神圣的光翼可以赐予你力量。你象征着众神的力量，继承着力量，拯救世间吧。没想到有人能抵达这里。
继承这世间的道理，能引领前行者，唯真神不可。冒险者，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你再会。我跟你讲，来到这里你只有两条路，要么拯救，各处都被怪物占据，要么灭了，已经没有路可以进入城市了。曾经高耸的城墙已变得残破，血染的旗帜大门是唯一来迎接你的东西。护盾的力量，希望能够保护你免受伤害。曾经拥挤的城市，现在已经毫无生气。我能够感觉到有人从这里经过，准备给我的家人带来救赎。这里已经和我记忆中的家完全不一样了，曾经熟悉而舒适的城镇。为什么每次灾难降临的时候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剑都找不到？我看你这身装备需要强化一下。